你知道我们去干嘛吗？我们去买那个。买什么？跟妈妈说那个。妈妈说的哪个？我忘记了。买夏黑，就是那个葡萄品种叫夏黑。小雨丹要去，他跑到车上来了，你要坐后面去，小孩子不能坐前面，要坐后面，知道吗？嗯，那点小妈妈。不会的，你坐后面。我娘抓起来已经买好了，我买的是7斤6两，嫂子买的是7斤8两，我们两个上下就差2两。这个品种叫夏黑，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比那个葡萄要好吃很多，口感就是更甜一点，更好吃一点，看着那个颜色会更黑一点。说实话，今年比去年贵了3块钱一斤，我好像记得去年买的是7块钱一斤，今年买的要10块，这个价格相差确实有点大。十一在后面闹腾了，不肯了，赶紧走。哎呀，拿回来了，这个颜色看着喜人，黑黑的这一串。鸟老师，哎，回来给东西给你看。我还尝一颗，我先前都没尝，因为我刚吃了糖，在那我就没尝，嫂子尝了，她说很甜。你看，子，那给你啊。我到底不到马来的。你看好吧。嗯。好多年纪嘞。你猜好多年纪。我现在年纪蛮小了。你买一万两个好多年纪啊？两个5块10块。够贵一百。啊，你要给你买一个的。够好看了。贵哪个？哦，你就是没那个有点好差的了。不是个贵的好差的，我10十百两就好差的，你晓得吗？贵的像好差的，近现在那个那个。你自己讲，我又买一个干个好看的，又买一个干个好差的，干个看着都不像样，好吧？嗯。我本来就是个干个好差的，好吧？品种都不是一家品种。看是好看的。差也好差的。就是太贵的。就是太贵的。就是近现在那个那个。近又能几个嘞？现在放在冰箱冻起来了，等晚一点凉了之后，就口感应该会比这会要好吃，现在吃起来口感还是热热的，可能就没那么好吃。说实话好，10块钱一斤确实说不贵吧就有点贵，说贵吧应该也还好吧，我也市场价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10块钱一斤的夏黑真的买贵了吗？刚刚婆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我太难了，打个电话跟我家那个讲一下。喂。哎，你在干嘛？在班。我给你讲点啥？刚刚我跟嫂嫂在那里买个的葡萄，嗯，鲜花，娘老子，我买起回来，娘老子问我好多钱一斤，嗯，我刚跑快，跑快，嗯，娘老子就讲跟我以后，就讲你现在进货难道几跑快钱一个葡萄都买，就讲这样15块钱一斤几都没有，妈怎么做？嗯，那你去买，那葡萄好大的吧？嗯。干个葡萄，不是养个品种，哎，切干个葡萄，没得国家葡萄好看。啊，你家我爸不晓得。他名字叫夏黑，就是长得也比你好看的，叉起也好看的。就是我去买海带走了。但是他口感确实好啊。干买个嘞？干买个是那种飓风，叉起有点酸，但品看起也没得过好看，叉起也没得过甜。那你买个好多钱？买的几十块钱。买个七斤多，嫂嫂也买个七斤多。哦，好，反正今天活给你变一变，那么多他等不他要再那个的，你2块钱2万，我这样真高。我放在冰箱里面啊，他等2天寄一下问你好不好？那你也没看到哈。嗯。
那明天那样子，那明天咱俺也下去上的。嗯。姊妹呢？买了干买55块的鸡蛋，咱那跑完就这样翻倍了，对不对？肯定的。不是啊，他那里一直是按的价，好吧？肯定就是卖7块，今天几可能是因为各方面的东西都涨个的，所以他也涨个几块钱一斤，好吧？哎，老爷子，你两两要好好搞一点。嗯他嘞好了好你把个那电给我补齐吧你把个那电发去帮我补齐吧那也是你我买的也是你个电话你打电话那个我弟不是给我看看你把不打还是也好还是也好出来你躺他了好了77块了你为什么不发100了你打过一次给你打一个吗我还有辛苦费还有油费嘛你是赶紧谈谈我去买过辛苦费谈谈你去买的不谈我去买的我去油费吧那不是你可能好你帮不报销完了100了好你等发个来好了发吧拜拜多好啊葡萄也弄着吃了然后钱买的黑下黑的钱又到手了是不是一举两得打电话去的目的并不是说婆婆说了我而是想让我家那个给我报销这个钱其实有啥说啥那个下黑确实比那种一般的葡萄要好吃很多